身上的尘埃，展现出自信光彩，也让忧愁包围了我们该有的神采。告别失败的无奈，命运让自己安排，人生回路不会孤单，因为你该有我在，还有我在，哦，陪着你迎接崭新的未来。别急，阿杰的个性我最清楚了，你越逼他，他反抗的越强。我手机明明在你包包里面，你要怎么说？你不担心我有一只一模一样的手机啊？如果是这样，就换成是你偷我的手机。给志杰。喂。现在我想要送一首我最喜欢的歌给大家，这一首是首诗歌，它叫做《奇异恩典》。Amazing Grace,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有一天，我也能跟这些人一样，无拘无束地唱歌，大声地笑着吗？ Once was lost, but now am found. Was blind, but now. 现在的我，我只知道，这一刻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。完全不属于我。哪里有饭店？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哪里会有饭店？你要找饭店是不是？来，我介绍你去这家。你往那边走就可以了。那里？喂，你人在哪？我在火车上啊。怎么没有在光复站下车呢？没有人。
哦，好好。哦，我真的好想你哦。干嘛这样啊？怎么像个小狗一样见到人又亲又抱的？我很想你好不好？我们多久没见面了？提早从美国回来，还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当辅导老师。你知道董事长为了你，还特别把经理的位置空出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会已经跟我妈讲我回来了吧？还没有。哦。可是 ，Yes， 小李 ，I know you always take my side。可是我来这里的原因，我不是在 MSN 上跟你讲过了吗？就是因为我在美国遇见了黄牧师，哇，他的演讲超感人的，所以我才想来这里做点奉献嘛。我可以加强训练我自己，顺便啊脱离我妈的掌控，多棒啊！反正我在美国的时候也常常帮小孩子教教学学英文啊，然后唱唱歌啊，打打球的，我都会啊。哇，从今以后我就可以自己赚钱，再也不用回去看我妈脸色拿零用钱了。It's a great plan, right? 凭你的生活习惯，你可以养活自己。当然可以啊。你知道这样一个月薪水有多少？没有四万也有三万吧？没有吗？怕啦，不是有人说要服务贡献，真正的爱心是无价的吗？可是现在后悔来得及，趁董事长没发现之前，跟我回台北。哎，谁说我后悔了？我跟你说，这一次啊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如果我拿不到我人生中第一份薪水，我就不回去。可是钱少就少吧。反正我省吃俭用的也可以过得很好啊。不然小丽，我们先去吃个东西嘛，我好想吃牛排哦。哇，来份 T-bone 好了。谢威廉，你以为这里是哪里啊？怎么？没有啊？那不然吃麦当劳也行啊。啊，去夜市好了，我好久没去夜市哦，好不好？去夜市，走。我都查过了，这里没有你说的东西。不会吧，你骗谁啊？这是台湾呢，怎么可能都没有？我帮你决定好了，你长途跋涉来这里服务贡献，我直接送你去学员。小丽，等一下啦，不然这样了，你难得来帮我接风嘛，我先请你吃一份大餐，明天再开始例行我的奉献生活好了。好，就这样。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油都加满了。小丽 ，You are always so sweet、yeah!。小丽，快点啊！好快啊！真快，小丽。告别了，叫个席了。
一百进一句呗。哎，陈华，陈华，你家了？咱可以来了，咱可以来了。哎呀，手机啊，我现在很忙啊。脚然后你作为出现的哈，你要点完好，你要点完走，来去跳舞，哎，跳舞去，练习练习跳舞，练习跳舞。阿祖啊，啊，今天能不能我休息放假一天呐、啊？我两只脚跳啊拢大高油啊呢，再跳下去啊，我命都要休掉啦。啊，你跟我答应的事情，你一定要负责到底，知道不知道？哎呀，不是你们想的这样子的，我盖的不安装，什么互相的责任？什么不安装，什么不安装？哎，练习走。哎，春花，啊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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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谁了？拍谁？哎，怎么样？老板娘，我要住宿。啊？什么？我饭吃了。我要住宿。唱歌的话，来找我们春花姨那就没错了啦。如果你要住宿的话呢，嗯，你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一些那种黑暗的地方？你自己去那边睡。如果你怕冷的话呢，有没有看到火堆？把它整理一下哦，你就自己来哈。哈，哇！哎呦，我开玩笑的啦，那么牛脾气哦。啊，不然这样啦，我请你喝酒啦。哎呀。要在我们这边住宿，一定要先喝酒唱歌。你还没跟我们这些资深美女喝过，就没有房间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喝酒，是要喝几杯啊？哎呀，什么喝多少？我们这不是酒家，那我们这边也有我们这边的规矩哈。哎，好，我去拿，我去拿，我去拿。一口气把小米就给干了，够 guts。不过这种甜甜的水哪里算酒嘞？还有，你跟哈娜喝是你跟哈娜的事，哎，我才是老板娘，你没跟我喝嘞，啊？小莲莲啊，你不要太逞强嘞，阮全村哦，还佫唔捌有人啉赢过头家娘的啦。对啊，我们一闹是我们的酒后嘞。我家好，垃圾桶随时穿便的蛋你啦。哎呀，村长不要讲那么多，先喝了啦。
火车上。那我也认识他哦，他很帅耶！我第一次看过有人跟伊娜拼，就拼得这么精彩耶！哇，伊娜加油加油加油！这儿，哎呦，伊娜可以的啦。原来是些更年轻的女人，太久没看到男人的力气。太好了，今天居然没做噩梦。好香的房间啊，这是哪个女人的房间？佛慧，今天呢还是美好的一天，你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加油哦，火力全开 ，Fight，Go Go Go！Thank you.
在行李呢已经从美国寄出，大概一个星期后会到台湾。他也是那个时候会到。是的，确切的时间我会再跟 William check。没问题。哦，醒了吗？你很机车哎。我知道你妈的声音比十根闹钟都来得有效。要去奉献就快一点，趁我这段特休陪你在这边混时间。谁是在这边混时间啊？我是在这里学习独立自主的。对我来说都一样，把你安安全全送到你妈身边是我这个董事长特助的职责所在。早点认清事实，死心我回去吧。我才不会回去嘞！而且啊，我最少会在这边待上一个月，等我领薪水再请吃大餐，好不好？啊！哎，干嘛？早餐。昨天。我怎么在你房间啊？干嘛？想装傻、啊？不要以为这里是乡下地方，喝醉了就可以乱进女生的房间，毛手毛脚，搞什么鬼啊？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我来这边是想要找少年学院的黄牧师，根本不是你说的这样。你找黄牧师干嘛？喂，米老师。喂，建宏他爸爸带流氓来学院闹事。哈！警察和吉祥又送孩子去上学，现在学院只有我跟哈娜在。我怕其他的学生会受到伤害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赶快请村长过来。哦，好，我知道。村长，村长不好了啦，学院出事了。村长，怎么没有在家？哎呦，怎么这时候不在？我看你汉发不错，应该很适合当黑道大哥。黑道大哥？对啦，学员出事了，你不是要找黄牧师吗？我需要有人帮忙，拜托拜托，走啦走啦。哎，你们骑慢一点啊，你行不行啊？哦，你不用怕啦，抓紧吧。这家真喜呀、啊！哎，乌龟，乌龟，哎，先来看，乌龟，哦，你这个乌龟哦，真是的，有一项就没有人性了。再来帅哥就不要载我了，欺负我，我还得踩啊！子豪，赶快进去，门关好。把针头给我交出来，不然我们不回家。赵先生，社会局的安置期还没到，你没有权利这么做。啊，你别不管了，你们绑架我儿子，这里面给他洗脑，叫他不要给我回家。我今天不看到建龙哦，我今天都不回家了。哎，你不要以为带几个流氓来我们就会怕哦，我们已经叫警察了，你们在闹啊？等一下马要来，把我们通通抓到警察局去啊！哎，你说什么？赵先生，你不要再闹事哦！你知道你这样是违法的哦，我们之前都没有告发你，你收敛一点，你叫一下其他孩子。干嘛？哎，赶紧别闹人哦！想打架是不是？来啊！安啦，你们要紧张啦，恁爸哦不会欺负你孩子的啦。我们建宏在里面有几千块钱的奖学金，啊，你们就把钱拿出来，不是没事了吗？把钱拿出来啊！拿出来，拿出来！赵先生，来要钱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？啊，是又怎样啦？建宏是我儿子嘞，他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拿他的钱是天公地道的代志，不要了哟！嗨，你一直拿小孩子钱，你丢不丢脸啊？男孩子那么小，你叫他去酒店穿女生的衣服赚钱让人用，小心死人！你别抢了，林斌啊，我找下面叫人抬来。哎。
连女人都欺负啊！你北南人照样欺负了。啊啊啊！这个快点，出！啊啊啊！啊啊小子，你混哪里呀、啊？你懂什么叫混啊？去外面问一下混的规矩吧。打女人，靠小孩赚钱，他妈人渣做的事啊！如果你不想被装到水泥桶里掉太平洋的话，给我滚！胜利好运啊！娘刚，你两卖房住掉。走啊走啊走啊！快来快快来！哇，你怎么那么慢啊？你也太像混黑道的人了吧！尤其刚最后那句，简直比流氓还流氓。这个人哦，打人家女孩子的脸啊，真烂人哎！老师喝茶。好，谢谢。子豪，你先回房间好了。谢谢老师。吼，这个头上是我看过最贱、最不要脸的流氓了，专门欺负女人、小孩哦，最会，其他的什么都不会。为了买酒钱，把老婆都给卖了，结果老婆跑掉了，就换卖小孩。一个好好的小孩哦。都被他毁掉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个8岁的女儿。我看我再过不久哦，又会变成他的摇钱树。吼、哦！你还讲你还讲，你是警察呢？啊，那种人一天到晚在外面跑来跑去，你是不会把他抓起来哦。我们警察的能力也是有限的，你不能没有发生事情啊，你就要叫我们三番两头就去叼他。他如果告我一个骚扰良民，那我的脸还不够黑吗？那是不是要更黑？是否？嗯。我们也知道要有事情的时候警察才能够介入，可是这种事情已经发生5、6次了，我真不敢想象万一建宏真的被他爸爸带回去看要怎么办。对啊，而且建宏他爸爸就是抓住这点，三不五时就来学人闹，搞得大家精神紧张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我真不懂你们对那人渣在客气什么，那种人要治本就是以暴制暴，整个连根拔起，你们那些方法也只能治标吧。你怎么看呀、啊、哎，帅哥，你是不是有练过啊？你刚刚在外面就这样就把你全部打跑了呢，而且昨天你跟尹娜尬酒，你还赢尹娜哎！尹娜还说昨天晚上你跟我们家小慧慧睡同一间房间哦。那你们昨天晚上是有了太多的坏。哎，帅哥，其实我们家小慧慧哦也是不错啦。如果说你没有讲，你们有没有认识黄牧师啊？黄牧师？你找黄牧师做什么？谁找我啊？我是陈志梅的弟弟。你的事，你姐姐已经写信跟我说过了，我们找个地方聊一聊吧。来，哎，恩惠，恩惠，你知道那帅哥来这边干嘛？我哪知道啊，我跟他不熟。怎么会不熟？伊娜说你们两个昨天睡在同张床呢。哇，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干柴烈火烧起来？烧起来？没有什么火啦。他昨天喝醉了，一个醉鬼能干嘛？
对不起，在学院里是禁止抽烟的，除了禁止抽烟之外也不能喝酒，学院里没什么电视娱乐，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之后和孩子们一起做早操，每天晚上10点钟就寝之后就不能随意外出了。我先说，我来这里并不是因为什么宗教信仰，或者是想要做什么爱心事业，完全是因为我姐姐的心愿，她希望我来到这里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勉强你留下来，如果你愿意留下来，我们也非常的欢迎。学院里的这些孩子们呢，他们的父母失养失职，让他们产生偏差行为的飞行少年。不过以你生活经验，我想你应该了解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，也可以以你作为借鉴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以身作则，遵守学院里的规定，让他们有所遵循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我也没办法把你留下来。如果你需要时间考虑，不用时间考虑了，我答应我姐的事我会做到的。子豪，来学院这2天感觉还好吗？都很好啊，大家都对我很好，我想我应该很快就可以交到朋友了。那你想交什么样的朋友啊？老实说我不太晓得耶，自从爸爸破产之后自杀，我就跟着妈妈到处搬家，没转到一所新的学校，同学还不太记得我的名字，我就要转学了。恩惠老师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哦，我没事啦，你不用担心我。那就好。我觉得啊，建宏好可怜哦。我昨天跟他睡同一间房间啊，他做噩梦说：“爸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爸。”我都被他吓醒哎，建宏好可怜哦。建宏的家庭真的让人家很无奈，都是因为他的爸爸啦，可是建宏的个性又比较软弱一点，常常都只能屈服于他爸爸的暴力之下，有的时候连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那他爸爸真的利用他去赚钱吗？在学院的孩子都是行为有偏差、失心失误的飞行少年，他们对自己的出身都特别敏感，你在辅导他们的过程当中，对他们的家庭背景都要特别小心保密，甚至其他的老师或是同学都不能说。嗯，我知道，这是身为社工最需要遵守的原则。不过建宏他的个性很努力向上哦，个性也很温和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你们一定可以变成好朋友啦。子豪，那我们谈谈你妈妈好吗？好啊，我妈妈就跟大家的妈妈一样啊，我的妈妈很爱我，她长得很漂亮，跟明星一样漂亮哦。我最喜欢我妈妈抱着我说：“我的宝贝，心肝。”小时候啊，我跟他去百货公司，店员都会说：“
哇，你们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哇，好像哦。如果我没有做错事的话，我想我可以应该天天跟他在一起吧。子豪虽然说着思念母亲的话，但我却感受不到任何一丝暖意。他的眼神、肢体语言都透露出他在对我演戏。卢冠说的没错，子豪是一个典型的智慧型罪犯。如果无法取得他的信赖的话，即使被安置的再久，依旧会是让社会头痛的人物。各位同事，我现在介绍一位新的生活辅导员，他叫陈志杰。Oh my captain！You are back. Yeah. How could you come back so soon? 你下定决心回来奉献了、啊、Sure. You are my captain. You are the one to guide my life, or I will lose my way. So, I can do anything if you need me anytime. Okay? Great. Oh, 今天真是恩典的一天。哎，我来跟各位介绍两位新女军。他叫大家好，我叫谢威廉，英文名字叫做威廉。但是你发音要正确哦，不然就变成 William Shit。 你不是那个什么火车上那个什么志杰吗？哇，你也是学员里的老师哦。啊，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耶。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很有缘。哎呦，干嘛那么避俗啦，我们又不是陌生人，我们现在是弟兄啦。啊，对了对了，哎，牧师，给你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这位是庄小丽，她是我的生活小秘书，而且啊，她现在刚好放假哦，所以啊，她刚好可以来学院奉献。重点是她很厉害，一个人可以当十个人用，所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她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欢迎欢迎。既然如此呢，就不妨留下来一起用个便餐，来，彼此可以了解了解。好啊，好来，请坐。好哎呀，好高兴看到你啊！真的。哎，志杰，我们俩真的很有缘呢。不然这样，我们可以一起住同一间寝室，然后互相照顾啊，对不对？又不是夏丽，而且我不需要一个带着秘书的人照顾我。OK 啊 ，or you take care of me, I don't care, huh?就是这里啊，那个谁，那个威廉谢，哎是，你就睡这里好了。哦好，谢谢。志杰，这里的床位。啊。谢林先生，你的行李也太多了吧？光这两箱零食，我都可以吃半年嘞。你不要小看这些零食，它可是我们威廉王子的发电机。而且你也可以一起吃啊，吃不够我再买嘛。好不好？哎，志杰，你的行李怎么那么少啊？我本来就没有打算长久待在这里。你呢？你打算在这里养老？好好好，没关系，这个东西啊，晚一点再整理。我先带你们大家去看学生宿舍。啊，好来，好好好，走吧，来来，这边走。来，大家进来，跟我来。好，这边呢是我们学员平常休闲活动的地方。好，你看这边有钢琴，有吉他。都这么会弹琴啊？他们哦，他们看到美女才会变成莫扎特的。你干嘛？
别逞强，小心感冒哦。对啊，你会感冒哦，快去换衣服，快去穿衣服。好，就穿衣服了。啊，来来，感冒，各位，来，感冒来这边，来往这边走来。来，这边是我们学院的宿舍啊。啊，你刷弦的技巧很不错哎，自己学的、啊？建宏是我们学院数一数二的吉他手哦。哦，你在感恩会上啊，就看到他表演了。真的哦？你也是新来的老师吗？你好漂亮哦，好像原住民公主啊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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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同学啊，你这个年纪呢，就应该认真的念书，不要想这些有的没有的，知道吗？搞不好人家只是把她当作姐妹而已啦。你胡说，我才没有嘞。子豪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可以说话讽刺同学呢？快跟建宏道歉。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，该熄灯睡觉了，乖。老师晚安。晚安。老师晚安。晚安。同学，你脸皮还真厚哎，也难怪了，猪的脂肪本来就比较厚嘛，对不对？你又要干嘛？我脸皮厚，你才不要脸呢。哟，生气啦！哎，我跟你讲一件事哦，你爸超屌的，今天带了一群流氓到学校里面来闹事，还差点把明月老师脸给打伤哎。有你这样流氓老爸，难怪会有你这样不要脸的儿子，在那边弹吉他把妹，不要脸就是不要脸啊。我爸他又来了，他来干什么的？干什么？应该问你啊。搞不好他带你回来赚钱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别装了啦，恩惠老师都已经跟我说了。你还真可怜哎，原来你从小就在酒店里面卖身陪酒，难怪你会这么的娘。你，哦对，恩惠老师还跟我说一件事，他说如果你不回去卖的话，就轮到你妹妹去卖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妹才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哥哥牵着妹妹的手，一起下海陪酒。买一次只需要100块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。住口！啊！啊！啊！怎么回事？啊，子豪，子豪，冷静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怎么头都流血了？我天哪！老师，叫他推我。建宏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、啊。不管了，先送医院吧。对，来，先送。起来，来，帮我扶一下，小心。来，快点，小心哦，快点啊！哎，来。建宏，我不知道。伤得严重啊！小没事吧？先去外面一下。哎，你不是来当生物辅导老师的吗？学生受伤，你一点都不担心啊？你有看过人家自己跌倒会脑震荡的吗？那个小孩子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哎，怪人啊！目前没有明显的脑震荡状况，但是还是需要住院观察一晚。好，谢谢。
子豪，还好吗？老师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惹建宏生气。你跟建宏到底怎么啦？我不小心讲出建宏爸爸来学院闹事，结果建宏就很生气，就跑过来推我。奇怪，建宏一直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啊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对谁动手。好，子豪，老师会去查清楚。老师，可不可以帮我换房间啊？我不想再跟建宏同一个房间了。好，老师会处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头好晕哦。老师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倒一杯水啊？好好好，老师去帮你倒水，你先休息一下好了，小心啊。等一下哦。喂，原来你躲在这里抽烟哦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抽烟啊？你出来干嘛？你不用进去陪他，你不怕他跑掉？哎，我好歹有三年社工经验，遇过状况多了啦。子豪的伤才刚包扎好，怎么可能跑走？你想太多了啦。你确定吗？说吧，这小孩子没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你现在还说这个，赶快找人来。建宏，你不要难过了，你要说话。你为什么要打子豪？你要说出来，我们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！啊，老师。今天我爸是不是又来闹事了？建宏，你们为什么要隐瞒我爸来闹事？为什么不让我被我爸带回去打死就好？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？我不喜欢这里，我讨厌你们。哎，你疯了？你真的想要再回去被打吗？只有这里可以保护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，我只要在这里，你们就会每天受到我爸的骚扰。反正只要我回去，一切都解决了啊！你们也不用管我的死活，反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建宏，你爸爸是跟你无关，你不可以因为这样子愧疚自责，知道吗？我不想要再听你说了。建宏，好了，明远，不要再逼他了。建宏，你来学院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你应该知道学院里面最严令禁止的事就是动手打人。既然你不能说出推打同学的原因，那我们也只能按照学院的规定来处理了，让你到反省室去反省两天。不用处罚那么重吧。建宏，你赶快说你为什么要打子豪。老师相信你绝对不是那么坏的孩子，你跟老师说啊。我不想听。建宏，好了，我们就这么办吧，让他一个人好好静一静，想一想。喂，什么？子豪在医院不见了啊？完了，
怎么对这里又不熟？哎，去哪里啊？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上网打电动啊？你们在干嘛？他身上没有钱，他绝对跑不远的。更何况，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好玩的，去那种地方找，一定有机会的。你对子豪很了解吗？你又知道了？有3年经验的社工小姐，你也该听说花莲好山好水，但也好无聊吧？大人都受不了了，更何况那15、16岁的小孩？去有那种诱惑力的地方找，一定有机会的。走不走？这瞎爆了，比医院还无聊哎。乡下小地方，还拼酒拼我们大兴村的酒后，哎，而且他还赤手空拳把那些流氓打稀里哗啦，哎，你看我一眼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不要以为自己混很大，要是不想被装水泥桶，免费丢太平洋的话，就赶快屁股擦擦，给我滚！黑道大哥的 guts 吗？那是因为你没有时间看电视，每天八连档这种话一扫就一大堆啊。不是啊，本来以为他是一般的观光客，没想到他是来当辅导员的，而且他才认识子豪没一两天，就知道他肚子里在想什么。好啦，也算他后塞雷啦。小慧啊，嗯。其实我是有些事情不用考虑那么多，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，不要怕别人说你倒追，真的喜欢啊，我觉得呢就应该跟着感觉走，让他带着我，那就对了。妈，你刚刚是在讲英文吗？我怎么觉得听不懂啊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你该谈恋爱了。谈恋爱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村里的男人不是大于60就是小于18，我要跟谁谈恋爱呀？那那那，那个侯塞雷呀！后妈，你不要跟他那学坏哦，一天到晚在那边八卦讲一些有的没的，我跟他不可能啊！怎么会不可能？要不然人家昨天晚上怎么走错房间？哎，我的房间就在你隔壁，那人家怎么刚好？就睡在你床上的啊？是你拿了不对的钥匙给人家吧？而且你才应该要找第二村吧？人家村长北北每天晚上来我们家，哎，苦练你这么多年，村长北北好可怜哦。
所以你也同意妈找第二春了。嗯，说的也对哈。你说像侯赛雷那种男人，充满了历尽沧桑的气质，一定会很喜欢像我这样的熟女。哎，你真的不要了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姐弟恋，而且听说成功率是90%。啊，妈，你是认真的？啊，不然呢？哎，我真的不能再跟你聊了，我要去敷脸，让自己的肌肤更加吹弹可破，更加紧实，让我跟他的时间距离零距离啊。零距离。建宏今天发生这件事，心里一定很难过。他一向都把错误归咎到自己身上，不断贬低自己的价值。这样一个内向的孩子，到底是受到什么刺激，才让他产生攻击行为呢？希望明天跟他谘商的时候，他能讲出心里的结，把这场误会解开。恩惠老师都已经跟我说了，原来你从小就在酒店里面卖身陪酒，难怪你会这么的娘。你哥哥牵着妹妹的手，一起下海陪酒。进去啊！进去，进去！我就叫你进去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肚子饿了啊！爸爸带你吃东西啊！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走了走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吃东西去喽！出去赚大钱，等你赚大钱之后要回来接我。哥哥答应你一定会赚很多很多的钱回来给你，哥哥会每天想你，你要在家好好等哥哥回来哦。我爱想哥哥，哥哥好加油啊。
快起床，好不好？你们以为这是你们家吗？睡那么饱，哎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是没听到还是耳聋呢？十分钟之后，广汉到操场上集合。如果没有在操场上集合的话，你们就倒大霉，听到了没有？快起床！快起床！哦，才六点哦，昨天带媳妇根本睡不着，干嘛那么早？是来奉献的啊！早起的人有福了。在远方，跟着我一起奔向彩虹的尽头。同学们，动作正确，别想浑水摸鱼了。尤其是新来的辅导老师，更加以身作则。对，我说的就是你。不要以为这里是乡下，就随随便便的想要混口饭吃，想混很大。到时候我就让你啊，混大了。明月老师，大家早。笑不笑啊？看前面。哎，同学不要笑了，来，我们下一个动作来。一，快一点，拿出你们男人的气魄出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二，非常好。三，非常好。就是这样，很好。就是我们的教堂，哇，好漂亮的教堂哦！好了，我今天任务完成了，你们可以随便看看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哦，好，谢谢哦。主啊，我现在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。我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叫子豪，一个叫建宏，他们之间
彼此发生了争执，可是肇事的人却不愿意告诉我们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请求主协助他们两个孩子化解冲突，抛开彼此的矛盾，看见爱。奉耶稣基督之名， Amen。姐，你觉得刚才牧师的祷告怎么样？很感动，对不对？谁对谁错都不重要，只要可以化解冲突，牧师就愿意为他们祷告。祷告？祷告一定有用吗？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？60亿人。如果每个人都祷告的话，你确定老天爷他忙得过来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。人跟人的问题就是要靠人来解决。如果你没有力量，势力不够的话，你什么都不用谈。哎，你的想法很偏激哎，还弱肉强食、势力啊、力量的，我真的觉得你之前是混黑道的。哎，我开玩笑的啦。我是说，这世界上又不是所有事情只能靠钱或是权才能解决的，对不对，小丽？当然，钱和权不是万能。Yes, I knew you take my side. 但是没有钱，万万不能。你在这里？对啊。学员啦，可是只有一个小时可以采收，哎，拿多少算多少，快点快点，只有一个小时，快一点，小丽。哎，小丽，麻菜，跟菜园走走，来。不好意思啦，太水太水，啊，我这物件拢给恁传好啊，好，还交代你，好，啊，我还有别人工作要做，好，我先走嘿，大哥再见，交代你啦，谢谢。穿什么都好看啊，真漂亮。他们两个人呢还没换好啊？嗯。哎哎哎，出来了啦。人呢？有人吗？叮咚。Hello。小丽，怎么有两个开心夫妇啊？我一定要穿那么丑吗？我不能穿我这个阿玛尼的 Travel Fox 吗？哎，而且我全身一定要是粉红色的吗？哎呦，你哪有看过人家穿名牌夏天的？啊，你啊，不要装忧郁啦，热身热身，是时候要靠你们挺出来霸配，为学员争福利了，走，走啦！夏天了，还记得啊？小时候跟阿嬷住在南部的乡下。蔡崇嘞？蔡崇哪里？蔡先生，你看有蔡崇，这还算小的哎。哦，哎哎，小丽，你敢抓虫哦？当然啦、啊，不要以为我只会当 OL。哦。哎，你也试试看嘛。不要了，不要。来嘛来嘛，不要。威廉，威廉，怎么昏倒啊？威廉，
了，我在这边先照顾他。好，醒醒啊！怎么这么没用啊？哎，你不会跟他一样吧？太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到底来这边干嘛？不然你先去拔芹菜，我去采豆子。走，跟我走。燕姬兄，我们回来喽！哇，真贵，这太酷了！要不是你嘴巴这么甜，又来一堆干爹干妈送菜给我们，不然呢，每个月这么多张嘴的菜钱，真的会吓死人呢。才知道。不过今天幸好他们三个帮我，我一个人也没办法扛这么多菜回来了，要谢谢他们。想不到这两个小弟还不错用，等会啊，下次我也来用用看。好，为了谢谢两位开启婆婆的大力帮忙，我决定优待你们，带你们去我的秘密基地。秘密基地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老几啊？把我们球丢到垃圾桶里？刚才那种态度的人打的球，就适合在垃圾桶里。好啊，想电锅给救来嘛？师姐。能不能跟我们一起玩呢？啊，不然这样子，我们俩一起拖衣服去那里游好不好？哎，来嘛，拖嘛，男子汉。张师傅，你们在干嘛？老师，周建宏他想杀我。哎呦，恩惠，建宏现在正在警察局啊，建宏。我没有恨你什么，所以才更加难过，最后竟然不是你陪我到最后。那些照片里的笑容，脑海中你的温柔，全都必须遗留在这个路口。特辑，大三车有了，大车轮，然后后面的人都有。来，康康有。你先去过打偷骨。你别打，你男人。连女人都欺负啊！我让人照打，叫打，打我，我抓住，我割，割，顺，顺，割，顺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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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去做恩惠啊啦！你要恩惠。刚才好，静静，静静，请看那个重播。来，我跟大家讲这是什么？各位观众朋友，这叫霸王硬。你看，他就说我放那个很软的给你打，你就用力打哦，我就是软软的。第二次比较痛，表情的好苦。你看，结果人家现在他的那个噩梦开始，赶快去拍他。你好恐怖！我还要这样滚下去哦！啊！敬业，所有人都敬业。那就要这个。小朋友不要学。华视每周日晚间10点，《飞行少年》。